其实哦，阿姨希望恁赶紧结婚哦，迄嘛是因为安尼，阿姨嘛会当名正言顺，用我翁家力量，甲你斗相共找恁阿姊啊。阿姨，给我一点仔时间好无？小萱啊，阿姨了解你的心情，啊，不过你甲查理的感情遮尔啊好，拢已经认定对方啊，都敢若查一张结婚证书尔。 其实哦，迄算也算有讲啦。查理哦，今年若是无结婚，都要等10年啊呢。我相信恁爸爸佮恁阿姊哦，嘛无希望看到恁的婚事拖到遮尔啊久啊。佮再讲啦，我有甲恁爸爸讲过啊，伊嘛足希望哦，你会当有一个好的归宿。再讲啦，毋是我一个人想要抱孙。迄寡党哦，虽然讲伫咧养身体，啊毋过哦，人伊嘛知影哦，人生无常，伊嘛就想要抱孙的啊。 啊，那万不与小萱参像明月同款生袂出来，要安怎？哎呦妈，你，哎，阿娘，你莫听我妈讲的，伊毋是迄个意思咯。阿姨，我也想要甲查理结婚，迄时我是真心爱伊，毋是干那为着要生囡仔，而且我嘛毋是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。假使你若是遮尔啊要紧，想要抱孙，佮惊我袂生。 我无反对，你当找一个更较少年的查某囡仔来做你的新妇。不，阿娘，我已经讲过啊，这世人我都是要娶你，就算讲无囡仔嘛无要紧。查理，我知影小萱是因为心情无好才安尼讲，啊，不过我嘛是徛伫咧时代立场，啊，搁有寡党的立场呢。 我希望小萱以后莫做出伊家己后悔的代志，你莫伫遐白目哈，用你的角度伫看这项代志。妈，我讲的拢是真心话。我是因为爱小萱，所以才要娶伊，毋是为着要生囡仔。恁少年人就是安尼啦，拢无徛伫个时代里头想想一下。我毋是自私呢，我是就事论事，嘛有徛伫个寡党的心情，才会讲出这款话呢。阿姨，歹势啦。 伫咧找着阮大姐之前，我真正无遮心情讲这代志，希望你当体谅。是个啦，我甲检察官阁有约，我去摕阮大姐物件，恁豆豆食。我陪你去啊。免啦，阿姨穿遮尔济菜，你落落来陪你妈食饭。嗯 妈，啊，你哪会甲小萱讲迄款的话啦？嗯，啊，我讲的是事实啊，我是为着恁两个人好，唔才希望恁赶紧结婚。小萱是我这世人唯一要牵手行的人，你若是甲伊逼走，我嘛无可能娶别人。死到你真正也无顺通破啦。无，你即摆是咧威胁我？我是尊重你，因为你是师大，所以我才会甲这话哦，要甲你讲清楚啊。你拄则讲遐话哦，若是照小萱的个性，伊真有可能互你逼走呢。 那你死狗都莫怪我，我怨乎你一世人。哎，我再讲啦，生遐尼个囝是有啥物路用？哦，律师，我做排卵针了后，我会感觉腹肚疼，而且恶心想要吐，这敢会是做排卵针的副作用？啊，副作用真严重，互你做无爽快，伊敢有考虑要暂停？已经拍拼遮尼久啊，我无想要停啊。那真正遮尼严重，请你随过来看医生。 多谢。哎，救命！这玩家有点干溺水，输了 QQ。救命！干溺水，这是流水了72点就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。不过叶人是。 我个了准是大姐，还是杜承安，结果向拢不是。啊！杜家，杜拄则足歹势啦，无说你甲你弄着，无说你弄着啦。你拢唔管我是唔是会受伤，敢袂伤过分啊？是嘞啦，一个失恋就要转多线，我拄则和你弄一个差只爬袂起来，你扶我的时阵搁硬扭，害我身体哦更加无爽快。我唔是超过伊的啦，我是一时伤过着急。这敢是你样啊？ 这是白医的，本来就袂当安尼庸庸公公啊！好人已经足艰苦啊，搁互你弄这个，是愈来愈艰苦嘞。你敢唔惊我伤得真严重哈？我真正足歹势啦，因为我亲人失踪啊，我廖准拄则迄个白番是我亲人，我毋才会着急要去确认一下，甲你弄着是我毋对，不过看袂当请你体谅一下啊，我想要赶紧找着亲人的心情。 体谅你，我人已经无爽快啊，互你弄这个，啊，人愈来愈无爽快，你来袂体谅我啊？是讲你那看起来足面熟，我是毋是捌看过你啊？可是你若是今日去我弄着，有啥物问题？啊无，我即摆带你来做检查啦。若是真正害你去受着伤。 你的医药费，我会全部负责。若伤到真严重，都毋是钱的问题啊！你捌听总讲用钱就会当解决一切，你根本毋知影代志严重性。我拄则互你弄迄个，是规个人坐伫咧涂骹咧，啊若较严重诶，会去伤到骨盆，会去影响到生囡仔诶。所以你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是无？我只是比一下例啦。 有真侪状况哦，拢是拄弄着的时阵哦，袂要紧啊。啊，毋过等发现的时阵已经足严重的啊啦。我只是咧提防这种代志发生啊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甲我讲你叫啥物名，我拢特别交代医长。若是你真正去伤着骨头有啥物问题，我拢会替你负责，甲你治疗好，安尼敢袂用个？唔免啦，我若真正伤到遐严重哦，影响是我后半世人嘞。 你讲我多担，搁较侪钱哦，你嘛赔袂起啦。今日拄着你，算我衰啦。以后你行路啊较细腻的啦，莫去害着别人啦。是安尼啦，啊你嘛知影哦，我希望查你会当赶紧结婚。啊，毋过小薰最近哦，因为阿姊失踪的代志，拢无心情，我甲苦劝拢无效。 小轩因爸身体无好啦，大姐佫失踪，伊个无心情嘛是真正常啊。啊，毋过因若是继续安尼无结婚，继续安尼拖落去，我惊小轩哦会变作是高龄产妇呢。所以讲哦，才想要请你出面替我考劝伊啊。我，对啊，啊你甲小轩的年岁哦差不多相共啊，而且以后嘛是同西仔的关系，若是互你出面去考劝伊。 互伊知影讲，阮遮时代想法，啊，佮有观念。凡说你的话哦，伊较听会入去啊。啊，毋过我甲歌界也无咧往来啊，而且我对歌界的前景也无熟，我讲的话人敢听会入去？明月啊，你甲月亮到即阵还袂生囡仔，我是尽量伫咧体谅你咧，嘛毋敢互你压力。啊，毋过你总袂当互我甲你的大哥苦苦安尼等落去，你讲对无？妈，其实我。 妈，是嘞啦，互你失望啊！明月啊，我都讲我无咧怪你啊，你是咧甲回是咧啥？我知影，其实你的心肝内哦，压力嘛足大诶。其实哦，我就看中你这个新妇诶呢，遮尔捌代志，而且哦，佫足够替人设想，所以才想要请你出面，甲妈斗相共。 看是不是会当考劝小轩，看伊哦是不是会当管家这个婚事定落来。好啦，我来试看卖啊。啊，不过是不是有法度考劝小轩无？我真正无把握。无要紧，这什么人会当挂保证的对无？啊，不过妈相信你的能力，而且你的口才遮尔好啊。好啦，我会尽力去做。是讲吼，我有听人讲啊，小轩的个性又较娇，而且真有家己的想法。 啊，万一若是无多可劝，无要紧，讲一届无成，会当讲第二届、第三届啊。你著趁这个时间啊，好好甲伊培养感情。等你了解伊的脾气了后，你著知影要安怎甲伊靠近啊。好啦，我知影。这根本就是吃力不讨好的代志。万一无法度靠近，妈就都会怪我。 对啊，我已经到啊，不要紧啊，你慢慢仔来，毕竟我是提早到的。小轩啊，我妈还佮有查理，希望我这个地夫啊会当较早甲你认识的。非得咱真紧就是一家人啊！啊，好，拜拜，待会见。啊，柳丁汁不加冰。 我家的餐厅到底是安怎？我叫伊慢慢仔来，佫真正慢慢仔来咧。拢讲迟到半点钟啊！喂，是护理师。我知影，我约3点要去做排卵针，我会准时到。啊，拜拜。 已经2点啊呢！哎，小轩哥唔来，我等下做排卵真系白糊。啊，小轩啊，你到倒位？歹势歹势，我临时有代志去耽误着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先到。嗯。喂，公平，敢咪是阮这个消息啦？ 残像杜承恩行踪，即摆我要过去找人啊！若是真正找到是杜承恩哦，就当知影你大姐的消息啦。那我就随过去找你。嗯。歹势，应该甲查理的地方我讲一声。就该歹去啊！ 这科小轩，头一遍约见面，让我等无人，甚至去耽误到我去病院做排卵针。公平，安怎？到底了多少人呢？误会啦，应该是举报的人看唔对啊，歹势，你别着急抓。不要紧啦，我就当作杜承恩死啊，为着我相信阮这里还佫活着，而且一定会平安无代志。小轩。 你想等伊歇困啊？有任何消息，我马上给伊通知。嗯，我嘛来问看妈查理，看伊做了安怎。杜承恩，杜承恩，这是白的，没有白来啊。 杜承恩，你竟然无死？因为天公伯啊，真疼惜我，把我为大海内底扶起来啊！你哪想到安尼啊？是啥物人对你下手啊？哼，这是我胜利的勋章。刚这跟我关系？到时甲你拍，我真的就要拿你到位。哎，较客气啊，周公平。 你回安尼对我起卡难笑，你六把选手拢带去粪扫桶先。阿轩，来，你先莫这激动啊！你安尼做，等到杜承恩对你有话讲。杜承恩，啊你即摆规张好好徛伫遮，啊靠小平人嘞。迄当阵恁两个毋是做伙哭起来，应该嘛甲你做伙爬起来吧？